片，暂时先。OK， 嗨，去到呢个咧，珍惜片咩事啊？兴奋。珍惜片咧，咁就系、是、其实跟翻呢个足球片嗰个嘅次序啦。咁啊，我哋讲完呢个球场片，就去到珍惜片啦。咁啊，开始啦，唔好讲咁多废话，唔好似你咁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一队篮球队究竟有几多人咧？净系计球员啊？系啊，净系计球员，正规啊，普通常规，因为 NBA 嗰啲可能视乎唔同比赛同埋季初同季尾都唔同。即系可以注册几多个球员？系15个。错。我啲错？冇理由喎、啊。错。12个冇理由咁少啊，18个。球員啊嘛，都唔係啊，20个咯，邊咁多啊？頭先你 up 過噶，12个咯，12个咪啱，12个咪啱。咁你應該話啱啊嘛。15个喺場上面咧，後備席就有7个球員咁啦。係啊，咁就12个，咁又亂冇計喎。你冇計啊？中間個咯。一啦，好講出5个嘅籃球位置，即其實籃球就比足球我覺得易好多嘅，就係、是、場上面得5个人，係五打五，咁個5个人個位置可唔可以 up 曬出嚟啊？1、2、3、4、5個位，唔好講咁多廢話啦。太啱嘅，1号位叫咩？2号位叫咩？3号位叫咩？中鋒、小前鋒、大前鋒、控球後衛、得分後衛。咁係咩？翻嚟啊！一號係咩啊？一号是什么啊？控球后卫，得分后卫，小前锋，大前锋，中锋，中锋。Oh my god！ 咁劲嘅点解？唔简单。你肯定睇晒我啲答案啦，黐线！喂，寻日去做嘅时候特登将个电脑拧歪面，我今日嚟识唔得嘅咩？嗱，咁佢举出3个嘅防守阵式例子：2-1、2-2-1、4-0-1、4-0-1。二一二系啱嘅。兩個籃底，一個中間，兩個前邊。二一二跟住咧，係啊，啱啊，二一二最 common 嘅咯。係啊。第二係咩啊？頭先我講咩？我點記得啊？2-3咯，兩個底，3个面。冇咁咩人咁排啦。有2-3，其實2-3即係2-1收翻一隻落嚟咯。第三個係咩啊？3-2、4-0。頭先你先講4-0，我咩4-0啊，大佬啊？4-0-1咯，4个喺第一個出邊咯，有咩問題啊？好，咁我哋咧就即係講最基本咧，NBA 成日用咧就係 man to man 啦。咁其他呢啲都係一啲嘅松 defense 啦，佢係防守2-1-2、1-2-2、3-2。喂，你阻住咗，人哋睇唔到。2-1-2-3。1-3-1咁樣，咁就視乎唔同情況用。嗱，咪啱咯。嗱，如果有四個喺呢度，1个喺呢度，咪得咯。冇錯啊。少啲咯。你嚟喎。唔會咁樣4个排喺度咯。OK， 即係如果就算4个都係咁樣，即係守一個 box， 跟住之後有一個係釘人咁。你要打破個潮流。呢啲係你俾我嘅問題，我要俾翻你。你会排咩阵？你会用咩人？睇下，OK。我会排，睇下对咩对手咯。睇下对方嘅啫喎。3-2啊？点解咧？因为我个人比较保守啲，所以我觉得3个喺底，2个喺中间。啊，二三二系哦，唔系，咩事啊？我啲口水喷落嚟咯。我以为系后边数翻上去啊！嗱，你冇问我啦，即系3个喺头都知啦。3-2系人都会讲3-2啦。3-2即系出边3只，入边2只。咁点解会保守啲咧？我真系唔系二三，我想排二三。OK， 用咩人？啊，5个人出嚟啊！我会用我会摆咗喺度。姚明打中锋。OK， 跟住咧？姚明得噶嘛？得。麦基迪打咩啊？你呢度 up 晒5个先。唔系个
Michael Jordan。我打咩位啊？你唔好理我。喂，唔係喎，係咪使乜現役㗎？使乜現役㗎？唔使嘅。O、okay. K， 大家識咯，最好現役啦，噏下啲香港球員啦。最好現役。你身為一個香港嘅運動員，噏啲香港球員啦，我噏曬港超啲人啦，係咪先？係，譚偉陽。唔係，譚偉陽教練嚟嘅。李嘉耀咯。現役嘅咩佢？唔係啊，我講下啫嘛。現役啊。我揀James Harden 啦。好好。James Harden。揀呢位啊？你唔好理我。Chris Paul， Stephen Curry， 嗯，我會後制 Luca， 嗯 ，Luca， 嗯，識貨識貨，仲有一個，噏個本地球員出嚟啊！一個，嗯，李奇咯，神探李奇，哎，唔係喎，佢冇底喎，好似，哎，我唔要 Chris Paul， 要 LeBron James， 全部五個面喎，你理得我啫。夠玩的了，嗱，我話你知點排 ，OK？ 你講，李奇同埋 Stephen Curry 喺出邊，嗯，做咩有咩用途啊？你唔好理我。James Harden 中間 ，OK。LeBron James 呢度，嗯 ，OK， 都可以嘅。左邊仲有一個頭先係講Stephen Curry，Luca， 啊 Luca 係咯 ，Stephen Curry 喺度啦 ，Luca 咯，嗱 Luca，James Harden，LeBron James， 李奇同埋Stephen Curry， 咁佢要咁排我都冇辦法嘅，又唔係話唔得嘅，中意就中意啊，咁就咁。呢個陣式唔停咩？好啦，去到咧下一集就會講下每一個位置究竟做啲咩咧。其實佢有幾個位置都同重疊咗，就係講李奇同埋 Curry 都係兩個射手，咁有冇話唔得嘅？即係睇下對啲咩咯。自由走位啊嘛，我哋。